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这一场的讲者，我叫怡颖，新台怡聪颖的颖。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2020 Women Lead Podcast， 那我们的中文叫2020科技女性女灵播客。好，在一开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你坐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听的东西，或者就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你原本对这场就是我讲的这一场30分钟的 speech 有什么期待吗？好，没有人看我。我自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 project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 non-profit 的 project， 所以说我们在3月开始到现在的12月，目前已经release 了9个 episodes， 然后在 podcast、Spotify、Overcast 这一类可以看听 podcast 的地方都已经就是 release 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来就是报这 speech 要当 speaker 呢，纯粹不是因为我想要来讲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主题，我们每一次受访，就是每次会获得的这个重。就是跟受访者讨论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非常符合这个活动的主旨。那我们这次报的是在那个 Open Vision 上面，就是我们会非常希望说有更多的女性，或就是有更多的科技人可以有更多的尝试。那我们在听了我们这个就是目前有9集，就是一共有9个访谈中，也是希望可以受听启发听到的人呢，有更多的收获，或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跟尝试。所以大家有想到问题要问我了吗？我看到有人摇头，有人举手，太好了，来。OK。好，我远远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女生会恐惧加入科技业，对吗？哦，为什么女生会害怕写程式哦？因为它看起来很难啊。对不对？一开始是这样吧，对不对？是吗？这个是就我觉得个人，就我一开始写程式的时候，也是觉得哦天哪，这个荧幕啊，怎么就是都是黑的啊？然后上面这些彩色的这些字，我怎么都看不懂。我相信那是一开始女生她都会对自我会有一些标签化，她对贴自己。在身上贴的标签就是我可能数学很差，我可能逻辑不够好，我可能不像男生这么会玩电动，所以说就会害怕写程式。所以我觉得是女生某种程度的自我限制。但是没错。那么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目前对于 podcast 的了解有哪一些？就是你知道你平常有在听任何 podcast 吗？啊，有看到人点头，太好了！要不要讲一下他的名字？某某 ，OK， 嘿，我是好，不好意思，我再一次，谢谢。我有在看，就是有一些世界观的，像敏迪选读，然后都是中文的，然后再来是朋友在录的，叫做萌萌站起来的，然后是讲一些科技方面。好，谢谢。哎、欸，不好意思，亲爱的，所以你刚没有听到吗？对，すいません。你再讲一次，那你耳机不要拿。你再讲一次来。就是一个是比较是世界观，他可能讲一些美国啊、中国啊等等发生事，然后叫做敏迪选读。然后第二个就是朋友那边介绍的，然后是在讲科技方面，可能 Uber E 啊等等的，然后叫做萌萌站起来。好哦，你推荐这两款目前都
会比较小众，但还是比我们的节目还要热门，我相信。对，好哦，好哦。我原本以为大家会跟我说百灵果，因为百灵果它是就是podcast 的 chart 里面第一名。那它是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然后他们用英文的方式来教大家如何学习英文。所以我其实想要讲的事情就是 podcast 在台湾，在华语圈现在最热门的其实都还是语言学习的课程。对，那么其他的像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像是他们也有一个 podcast 叫做新建广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太好太好了。那其实也是非常我觉得也蛮好听的。然后甚或是就是科技导读，大家有听过吗？有，太好太好，科技导读也是做得不错。但他们跟我们差别很大的是，就是在他们是全职在做这个工作，我们是兼职。对，我们目前呢，好，我们是来自 Women Who Code 台北的一个志工团。那 Women Who Code 台北主要就是希望可以inspire 更多女性加入科技业，或者来一起学习如何写程式。那我目前开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如何写程式的工作坊。那最近一个是 Flutter， 就是在教女生或是任何性别的人如何去写一个Android 跟 iOS 都可以运用的框架，叫做 Flutter。那这 Flutter 是 Google 做的。好，再来我要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team。我们这个 team 呢，一共有16个人。然后我们这个 team 的组合，一开始是年初，今年年初的时候，见他来跟我说，就说：“哎，莹莹啊，我们来做一个 podcast 好了。”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女生呢，就说她希望在睡前的时候听到有关于区块链的趋势。然后我想说，睡前区块链。好了，来吧。那我就说好，那就做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表单，然后在 Women Who Code 的上面的这个粉丝专页上面广发。然后呢，就有12个人来写说，哦，他想要加入我们志工团。然后我们3月的时候就开了一个 Kickoff Meeting，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目前已经走了8-9个月的一个 Journey。对，那我们这些 Team 的女生呢，来自的背景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热爱 podcast。我们喜欢来自用声音传播的东西，所以说我们集结在一起。那目前已经做了9集，20分钟，在每个月20号录出的 podcast。好，那来介绍一下我，我叫陈怡颖。那我目前是在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工作，担任 Product Manager，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还要在2个社群。第一个社群叫 Toastmasters， 那这个社群主要是练习如何做 Leadership， 就是领导力跟演讲的社群。那另外一个社群是 Women Who Code。 那这个社群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带了一个活动叫做 Build Actions for Your Community。那这是建在 Google Assistant， 大家知道 Google 语音助理吗？对，就是 Google 语音助理，那个时候还没中文化之前，他就很想要带入到不一样的不同国家的社群，所以他就有一个开放式的这样子的 project， 让就是有兴趣的社群，然后来教其他社群女生如何自己建一个小型 APP 在 Google Assistant 里面。那么今年呢，我从3月开始就是担任这个 producer， 我们这个2020 Women Lead Podcast 的 producer。好，那么既然我想说大家都坐在我面前了，应该都知道 podcast 是什么了，对吧？太棒了，因此我可以快转三个 slides。好，好了，我再说一下 podcast， 就是 iPod 加 broadcast 嘛。那 podcast 在近年在国外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搜寻量。这是我们两个国际跟台湾搜寻量的比较。那台湾这个搜寻量大概就是去年开始才慢慢往上升。那台湾市场已经开始渐渐在意到 podcast 的这件事情。那也越来越多单位在做 podcast。可是跟国外比起来，目前有英文的 podcast， 纯英文的 podcast 一共有65万个英文 podcast， 但华文大中华地区讲中文全中文的 podcast 只有不到1万。没错，那听说在美国呢，有一半的人以上都在听 podcast。 对。
对，好像比较清楚啊，太好了，好，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就是大家在通勤啊，或者就是眼睛在忙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听的一个阅读或吸收新知识的一个媒介。对，那么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大动作，大家都知道 Spotify 这个音乐串流公司，它花了4到6亿元的美金去并购了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它做的是 Podcast Provider Service。那这个 Provider Service 它就是我等一下会提到的其中一个子公司。对，那这个公司因为他把它并购之后，那就是他 Spotify 就是有个 session， 就是纯粹在讲 podcast， 然后也间接的让他的订阅户，就是有付钱给 Spotify 的订阅户慢慢的成长。那这是上个月的相关新闻就在讲说，哦，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 Spotify 因此的慢慢开始增加他的获利。对，那这几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说，Spotify 不 podcast。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 YouTuber， 他有可能就是越来越蓬勃，那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更容易的做出 Podcast。 好，那我来再简短一下介绍那个我们的2020 Women Lead Podcast， 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内容，还有我们是如何跟其他单位合作的。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三位男性是谁吧，大家都知道啊，四位，对，四位男性是谁？那你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意外。Yes, tech companies。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Sorry。No, I'm not sure, but it's not a point. 就是他们有没有在做 podcast， 其实不是我今天想问的重点。我的重点就是他们都是男生。对不对？科技龙头大老板都是男生，那身为女生的我们就会想说，哎，怎么会不会好像我们常见的老板或是我们上面比较高层的头怎么都是男性。那我们在做这个专案之前，其实就已经有研究到了，在美国它其实有一个 project 叫做 50-50-50 by 2020， 就是2050年前要达成5050的计划。那这5050是希望科技业的女性主管跟男性主管的人数比例至少是1:1。对，但这计划疑似无疾而终，因为可能2010年就要到了。对，但是我们还是继承他的意志，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女性有意愿或是不怕、充满勇气的去 take 这个 lead， 成为领导者，在你的公司或者是在社群之中。对，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叫 CareHer，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们？那他们主要就是希望让讲中文的有才华的女生可以有更好、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说，我们每一集的露出其实都是请他们帮我们一起发。转发宣传。对，好，那我来讲一下我们的内容。我们的内容其实就是一对一的访谈。那我们一对一访谈的20分钟里面，其实我们主要问了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问他你是谁，第二就是你的工作做了什么，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有什么建议给 女生在科技业的女生，你有什么建议？那我们会在他们就是一整集的访谈中讲，挑出最重要的一句话去做这个 quotation。所以像是我们这个 Fiona 刘，他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要为自己设限，我们应该要更有自信，就觉得就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右边这位朝代，他是昨天的 keynote speaker。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第一集的受访者。那他也是认为说，当你去做一个比较不擅长的角色的时候，就是在培养你自己的能力，你不应该为自己设限。对，那么我们其实访问的女性她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域，就包括 Lisa， 她是做 QA 的，就是品质控管的。那她也是就是跟刚才 Fiona 有点像，就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工作，我们不应该要限制自己。那 Sharon 这位行销的专家，他也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更有勇气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带给我们听众的，就是说希望你更有更有勇气，然后去有自信的去追求你想要做的事情。对，好，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的每一集呢的操作模式都是不太，应该算是一样，但是是由主持人去当那一集的 PM， 然后他会去找他想要访问的人。那就如刚我说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是来自很多元的环境，所以我们其实想要访问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做的东西有包括 AI、智慧医疗、VC， 还有做 skincare、法律，那还有做了地震，还有在做对marketing 这些东西，所以它其实包括的东西是非常多元的，对。但是我们的共同点都是不要害怕，女性加油，就是不要为自己设限，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我要讲下一个 part， 我下一个部分就是要讲说 podcast 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就更想做 podcast， 但是其实做 podcast 真的比做影片来说还要容易。你只要就是听听我的分享，对，好，我会讲说如何做，那我们用到的工具，然后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注意的。那我们这个 podcast 大概分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录音，再来是剪辑，再来是宣传，然后就是回顾跟调整。哎，对，第一个其实是规划，不好意思，所以就是这五个。那我就来说一下我们的规划，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它本身定调就是想要做的是一对一的访谈。那一对一访谈，我们就是需要找到我们的受访者。那受访者就是要由 PM 去决定说是谁，然后什么时候要访问他，然后要在哪个时候录音，要如何录音，是要面对面录音呢，还是远距录音，或者就是那讨论的东西有哪一些 ？OK， 好。所以说我们的layout 就是我们的访纲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事先也都要跟受访者讨论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录音，录音这件事情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子，就是你在录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录的当下，你录下的品质，音档品质是够清晰，你后续的在剪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麻烦。所以我们推荐两款，一个叫 Zencaster。它是可以让你做双轨录音或好多多轨录音的一个工具，另外叫 Anchor， 就是那个 BestPod 盘码下来的那个 provider。然后录音的麦克风呢，也是可以买这种直立式麦克风，它价格没有很贵，但是如果说要音质更好的话，就会更贵。对，好，对，就是这就是我刚说的双轨录音。那双轨录音就是建议用 Zencaster， 然后这是一个网络上的平台，它不用安装任何的 APP， 你按了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邀，就是在 invite 这里邀请其他人来加入，就是即时录音。那那个人也不用安装任何 APP， 那录下来的东西是两个独立的音档，然后就可以帮助后续做剪辑的时候，如果受访者或是访问人的那个人声音太小声或背景有杂音后比较好处理跟处理，然后还有降噪跟混音。是的，那我们的这叫做剪辑的工具叫 Audacity， 它是一个开源的免费的软体，它可以帮助你是做音档的剪辑贴上，然后还有做音档的降噪或者是对调整声音。对，那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使用就是自动化的工具去做逐字稿。那我们推荐的中文会是用这款是 AI Lab 做出来的雅婷逐字稿。那这个逐字稿呢，可以听得懂台湾国语。另外一个 Google Doc 或者是 Old Transcript 的，对，就是英文化会比较好用。对，那为什么要做逐字稿？这个可以帮助你就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对，然后呢，我们还会再做 Medium 的文章，就是把我们这次二十分钟的主题，把它做成比较大纲式的，可以让大家在十分钟内读完的一个重点。对，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个叫做 Audiogram 的东西，那我可以播一下。你知道一个新创公司里面，他可能会有 CEO、CTO， 但他绝对不会有一个法务长。对，但是其实他们需要面对的法律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我有个任务，就是跟每一个 CEO 说，你把你们公司里面对法律最有兴趣的人找出来，哇，然后我来把他教到会。
好。好，那这个东西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比较像是宣传的短片，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宣传短片，可以让就是对我们这个题目或者是可能有兴趣的人可以快速知道一下我们这主题在讲什么东西。好，那我们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它当影片上传到其他地方，那就让更多听众有机会听到我们的东西。对，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回馈。那我们这个回馈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开一次会。那我们是开会的时候都会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哪里做的不错，我们有什么东西要改进，那会建议团队有尝试哪些新的方法。像这 Audiogram 也是中途我们才团队建议我们才做出来的，然后还有我们需要有什么东西需要学习，跟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对，好，那我就是到我的这个重点的最后一个 part，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发一些问卷给我们现在的使用者的听众去填。那他的回馈我大致整理出来几个部分我们可以改进的，那就是也可以给未来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做 podcast 可以有一些建议。好，第二就是你的 podcast 可能整季都要有关联性。对，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要更频繁的去分享你的 podcast， 因为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上面基本来说都会有一个 session， 就是说哦你订阅这个 session 有没有新的更新，有新的更新你就可以看，但是因为我们更新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次，所以其实就被听到的机会就会稍微少一点点。对，那再来就是你的品质是要非常稳定的，就是你的音频的品质不可以就是某几集收音不好，那你这样也会影响到就是让你以后的听众之后就不愿意想回来听。对，但是我们还是这样有获得非常多正面的这样子的使用听众的回应。对，所以我的重点其实就是说内容非常重要，就一开始你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要想说你是要一对一访谈呢，还是自言自语呢，还是你想要做订阅制呢，还是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就是卖广告的方法，然后你的内容要做得怎样才够吸引别人。那另外一个就是你需要很有持续性的试出你的节目，再来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双轨录音，然后还有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逐字稿，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好好的去讨论，或是跟其他可能的合作伙伴去讨论如何有一些收益。对，好，以上是我主要的分享，但是我还有几个东西想要跟大家讲的。首先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刚才的分享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我们这 QR code 上面就是我们每一集的录音的大纲。那这大纲呢？还有包括的是工具文，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雅婷逐字稿要怎么写，然后 Audacity 要怎么操作，那我之后也会把流程文写上去，这样子可以订阅我们，也可以就是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回应我们，或者就是如果你平常在听 Podcast 的话也可以直接扫它，那但这个是 Apple Podcast 的连结，然后这个是 Spotify 的，是 Spotify 的。好，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下礼拜五呢，我们整个志工厅还会有个直播，这个直播是在 Facebook 上办的，然后我们讲的内容呢会比我现在讲的东西更深入，而且是由不同人开始来讲来分享的，那就希望大家我们在下礼拜的五的晚上八点有机会在线上见。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现在有什么感觉，那我要有个总结，我的总结就是我们这16位志工一开始是有填说他想要做哪个部分的，因为我们原本是把志工分组成美术、总招、社群行销、混音，然后做逐字稿或者是做主持或者做内容，但是久而久之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会在每次做不同集之后都会练习到不同的技能，那我们这个节目也非常骄傲的说我们有培训出一群不一样的志工，大概10几位志工有知道如何做 podcast， 然后有办法也可以自己制作出自己的 podcast，
那以上感谢我们志工，那我也是想跟大家说，其实你比你自己想象中的还更有能力，可以做更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好，以上是我分享，那感谢大家。